太极、行走、防身术。好，开始啊！丽丽，王爷，放松，开步。那么这个防身术，这个手不是云手，不是左右转吗？这手从我们的丹田提到心口，再提到我们的面前，从丹田提到心口，再提到面前，正前方啊，再往边上拨开，这个手也是啊，在丹田的位置，啊，在心口的前面。在我们的眼睛的前面，鼻子的前面，再往外面拨开，啊，这两个手，这就是云手。这个防身术在用于什么东西了？就把敌人的手，他们攻击我们的脸盘、我们的胸部，只要攻击我们的手掌，啊，这个手掌以上的，就用手杖挑开，拨开对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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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左边。啊，就往右边，你看，再身子跟着转一个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啊？啊，这个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，他用拳攻击我们，我们用手拨开，拨开，拨开完了以后，左边拨开。右边拨开，拨开完了，第三个动作就是左边拨开的，就用手去攻击他。拨开就攻击，拨开就攻击，拨开就攻击，拨开是拨开，拨开是化缘，攻击是直接手出去，看得懂没有？看懂了。耳机怎么不响？可以了，再开始。可以开步走，又能防止别人，又能主动去啊防止，把手割开。这个云手是左手往左边，右手往右边，右脚右手同时过去。这个从右胯到心口，到我们的眼前、鼻子前面，再往外拨开，啊。这就都是整个这个圆圈，都是把敌人攻击我们的手，攻击我们右侧，我们就用右手往边上拨开，就是挑开的意思。挑开，当挑开的时候，左手呢直接就往敌人的中心心口方向攻击出去，啊，这是右手，左手呢？往左边，管左边一半，管左边一半，啊，右手管右边一半。这个手既是防守，守住我们自己的左右边，也是开始在右胯防守，左边防守过去，右手就直接要攻出去，直接出去。直接出去，直接出去，直接出去。云手，这个云手在太极拳里面很多的动作，在变化的过程中，在转换的过程中。他的动作的来源都是通过云手而转化。你看，云手方直之后直接出去，挑上去直接往前面盖上，就是懒叉一，懒叉一。
既是挑挡，又是攻击；既是挑开敌人的手，又是攻击敌人的手。左边跟右边的懒呆呀。现在只讲手型啊，手型身法，不讲步型。我加上步型就更厉害，所以要经常练得很顺手，很顺手。这个手拨开来，像不像我们走到一个树林很茂密，里面有很多蜘蛛网，把蜘蛛网挑开一样啊，很自然吧哈啊，挑开蜘蛛网。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，你去广东了？啊，我在我家的小区边上，这个有个花园嘛，这个花园也没有什么人管，树林比较茂密，有荔枝树啊，什么大叶榕、小叶榕啊，榕树。那福建不是你的家？我在家离这边500米，你家在广东啊？我广东也蛮有房子，厦门也有房子，老家也有房子，厦门和广东分离多远啊？不远，500公里，坐车4个小时火车。那挺好。现在火车都100公里1个小时吗？对。这个挑开会吧？这是会，敌人的手挑，我们把它挑开，把会，敌人的手挑开了以后，右手就直接攻击，挑开就打出去，挑开看得出来没看了。挑开，挑开就不攻击。挑开就直接往对方的目标上打击，击进去。好意思，老师。啊，你怎么上去？我这边门锁掉了吧？你都这边上吗？啊？那你边那不车让怎上。么去登记啊？他说要交费，是要去交钱吗？不是啊，不是有个车位，原来不是要登记一个车吗？我知道你那个每车，个人都要车啊。你那个车位号是多少？车位号不是在那个下面？你原来就忘掉了。忘掉了，我一都忘。查就查得出来408的车位行，那我叫他登记一下。啊，先登记一下起码，要交费。他主要回来这几天，每天要交，早上出去交10块，中午晚上，本来你交了10块就不用再交了吧？都是租给人家，没关系，租给人家他。你先登记一下起码，这是这个房东的车。从右胯到心口，到我们的鼻子，再往前拉起来以后，这手拿起来，就像走路一样，看到吗？啊，这样子走路，怎么又飞屏了？用手掌往前捅去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现在配合云手，右边一来叉，左边一开叉，
哎，走。这就是防身术，很简单的，要有人对称的时候就很容易做了。好，配合步伐前进，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，后退，前进，前进，后退，后退。哎，这个手经常做就能防身了，而且能攻击敌人。它可以防守，它这个防守有很多种方法，只要首先是把敌人的攻击的目标在我们身上，把它往边上啊引导开，引导开了以后，我们另外一个手直接就攻击敌人的主体，在上手就抬高一点，在下中间就中间一点，看到吗？拨开，这也是拨开。在下就往下，下面中间，上面，随着步伐手往出去，步伐，这个步伐攻击过去还可以踢一个脚，好，拨开，攻击一脚，所以说哆来咪。他每次在攻防的过程中，都像唱歌一样，会哆来咪持续下去。这样子看得到没有？看得到，这手一定要有力这样子量啊，会对明吧？白吗？明白不明明白，白这个原则？明白，这个手一定要有力量，对吗？哎，没有，你先把它学成来，再跟你讲力量的事情。哦，两个手始终像轮盘一样，左边右边的画圆圈，左边右边，左边。画圆圈，右边画圆圈，一手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一前一后，始终有这种对应的太极阴阳对应的这种手势，我们就可以达到攻防的作用了。你看，这样子砸过去，看到了吧？一碰到敌人的手，这个手就要出去；一碰到敌人的手，碰到敌人的手，把它拨开一点点，就手就要出去。看那，这样子速度就快。然后再加上肩膀，肩膀要送过去，要送前面去。一个惯性要大，第二个手的伸出去的距离延伸比较长。走。明白哈，明白。好，要是下面拨开，你看，拨开在肩膀，你看，在肩膀下面，刚才是我们是脑鼻子上面开起来，再攻击，现在在心口跟脖子、肩膀、心口这个位置拉开来，就直接出去拉开了，这就像严守洪拳。左边就直接打出去，敲开、拨开就冲拳，或者用手掌。
这是平的，哎，拿过去，拨开，这个始终是啊，好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往下面，它打我们心口跟我们的裆下面，那么我们的手伸出去的时候，啊，有种是从下面往上。往我们的心口上挑，再拨开，再攻击，再拨开，哎，不管敌人的手从上从下上中下，我们始终可以把它拨开。只要一触及敌人的手的任何一个位置，只要两个手肢体双方肢体碰的瞬间，就要全身像爆炸一样，把手伸出去，啊，直接伸出去，把肩膀送出去，把肩膀送出去。好比说，一出去把肩膀要送出去，这个是肩膀没送出去，这个一拨开肩膀送出去就不一样了。他们说在美国晚上，一个人都不敢出去，有没有这个事情啊？美国咱也没晚上也没啊，去了之后也没晚上没出去过。他说有很多坏蛋啊，那个你看他偏僻的像地伦方敦哪儿城都到有。处都是摄像头，只要晚上在公路这些摄像头的范围内，犯罪率很低。那挺好，其实国内治安真的不错，破案率也高。先把这个画圆来，下能保护我们的裆，中间保护我们的心口，上保护我们的头。所以这个在云手的过程中，你看手是往前伸的，啊，再教你一招正常的冲拳啊，就是立正，啊，预备，两个手就放在我们的腰间，这样子会了啊，啊，再自然的把脚打开，马步下蹲，看到吗？马步坐凳子，再冲拳，啊，我们坐侧面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马步冲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五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都是这个握拳哈、哦，这个握拳是这样子握，握拳啊，是靠在我们的两肋，我们这摸起来暖暖的这边哈、啊，腰部啊，好，两个手拳头啦，是拇指先张开。脚趾卷进来，再卷进来，再把压住，看到吗？拳头是这样子，拳头要平。又掉了，好了。这个显示屏它奇怪的，啊，再是拳头，捏拳头，这个拳头呢，冲出去的时候。先是拳头靠在身上，是掌心朝上，直接伸出去一半的时候，是肘关节跟身体一样平的时候，再把这个拳头旋转，再松出去，再抽回来，抽出去，回来的时候啦，
一定要旋转着回来。这样会明白吧？冲拳。现在群里几个人啊？4个人，加我，哈加你，会长自己都不练。我都发通知了，旅游去了。他在河南嘛？谁在河南呢？会长啊，啊，会长在河南，对，说还要带你们带一批人过去，带多少个人过去啊？31号啊？31号，我怎么不知他不道？是加拿大带了一帮小孩子去做夏令营吗？哦，小孩子夏令营，具体情况不太清楚，是。有小孩夏令营，夏令营哦，他们群夏令营魔，要收费用吗？要收钱吗？不收钱的，免费的，自己出路费就是哈。对自己出路费，但是你要申请，要批你，有名额限制，哦，嗯，你是在加拿大哪里啊？加拿大伦敦，不知道，你在微信里发给我，我改天来看你。小地方，小地方，我是农村，小地方才好赚钱啊！对呀，那好赚，小地方才好赚钱，为怎么能说小地方好赚钱呢？人少，因为小地方它很多东西，购买力不行哎，购买力不行，要做哪一行比较赚钱？就哪一行？小地方。小地方，它我新开发的新区，它不容易，得慢慢慢慢形成规模了就好了。你干嘛要跑加拿大去，不在中国？那你就一个孩子，他在哪，你不就得在哪？我哦，们孩子把是，你接过去了。那就是你跟那孩子怎么？在那边赚的是美元啊。家园，家园比中国的钱多了5倍。多5倍。怎么说呢？家园现在经济，整个世界经济都不好。那经济不好，他工资是固定的，自己开公司吧。资源是啊，那你那个，那你就是。购买力上不去啊。在那边做网商嘛，在网上卖，要就中国发过去。这主席想让这中心这么做呢？不知道，哎。那我们主席有打算给国内的产品东西，但是很不容易。你运要输过海关了。啊。对呀，检疫呀，很麻烦。我们中国很快的，只要在网上买一个东西，第二天、第三天就到了。因为国内当然容易了，你要是出国就很麻烦了。出国要不要检验的？东西数要，量少。对，要检验呢，所以你这些手续就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。半道就赚钱了哈，那肯定国内东西便宜啊！在亚马逊买东西也不便宜哈。嗯，怎么也没在那买吗？不敢动。你都不要买东西了，就每天买吃的就够了哈。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就行了。小孩都一起住吗？没有。你一个人住？我跟大外孙女，哦，有一个跟我。
那你每天就你现在退休了也不要赚钱了，就是在那边中国的钱哪去不够用吧？这么钱到这就不值钱了，那怎么办？可不把以管前的用。老底带出来。你到这里，你到一定年龄，你属于那个不一定范围内有养老金的，这里也有养老金哎，你退休的人过去还能领到养老金吗？可以的。他只多是少岁退休？就看你的，他有规定，人家审查你，你得如实报。你如果你特别有钱，有存款很多的，那可能就不批你了。人家也什是么叫看你存款的，很多？你讲100万。我是听他们说，你就是看你的，这么说吧，我把这个关了。我们可以多聊一聊。没事的。这个云手啊，很厉害的，就是说要练得好是很厉害，非常厉害。是啊，这得有力量，这个手轻轻的拨开嘛，拨开，拨开轻对巧。方。只要敌人的手伸来，你再瞬间把他手接住，把他往边上拨开，不要往我们身上。攻击的这个方位，这个位置，另外一个手就赶快要攻击出去，看得懂没有？这样子看得看懂懂吧？了，看懂了，只是手没有力量。哎，不用急，没有力量，每天这样子练，这样子冲拳，打多了以后，等打得很顺了，想用劲就用出去了。你在国内是50岁退休吧？啊，是的，啊？是的。那你退休出去的时候，出去好多年了嘛？是的，你不是不会加拿大的话，你怎么去买东西啊？太容易到了。华人的地方买是不是？华人、西人的也没关系啊，你想买啥都放在筐里，只交钱就可以了，你不用讲话。我到马来西亚去交钱，都是华人，很多都是华人。不要讲，只要会讲普通话、讲福建的话跟广东话都可以，就可以跟人家交流了。问人家在哪里啊，路在哪里，都会问得到。现在华人在加拿大也多吧？云手，它是一个啊，不要带工具，不要场地啊，都可以锻炼的。通过它的步伐的前进、后退、左顾右盼、左边、右边、前面、后边、中间、定住这个边，手都可以通过腰身的转动，就能把这个5个方位都做到。通过这个手啊，在圆圈从下在中间往上，在我们的上面再往边上拨开，跟着这个手也是下上边上拨开，始终从我们的丹田、心口、
和我们的下巴方向运行，画圈。步伐拉大也可以。啊，这个云手非常啊实用实战啊，但是呢，平时要经常练，慢慢的练到这个手内劲不断的增强，内气不断的充满，那么它以后对啊防守方面有非常好的作用。这一招会容易学吗？这容易学，但是真正学到了不容易，它有力量啊。今天才四个人来学啊。是的。你还有一招呢，是两招，还有一招呢。啊，一招就是冲拳。啊，看到吧？嗯。像冲拳，腰身转起来，把腰身送出去。你看，这样子啊，会吧？步法可以马步、站步都可以，各种各样的步法都可以。先把这个打熟来，下回再配合马步的步法。啊，下坐，放在腰间中间，啪啪，打我们的心口的正前方，打咽喉啊，打胸部啊，哎，打我们的心脏啊，甚至可以打头部啊，这样会吧？看起来很简单啊，这个每天锻炼就光光做这个动作，好多啊，身体健康的部位就来了，腰就会好了，啊，肩周炎也跟着好了，这个。鼠标轴啊，这个鼠标轴也好，通过这个旋转，这个肌肉也不会流失。好，就很自然的捅出去，捅出去，但拳头要旋转，大家能看得到哈。看得到。在国内非常多公益事业，刚刚开始做都做得很好的，做到后面就是没有经济，就没办法做下去。现在很多公益的组织都有补贴啊，在国内，他都要给你补贴。你好比没上班了，一天到晚去做公益，他每天补贴最少补贴80块钱。哦，那真不错。就一天吃饭的钱有了，就是了。很多政府搞的这个叫公益工程嘛，表面上是公益，实际上都是给钱的。政府还还是有有那钱。些，对，现在这个社会都是看在钱上，他妈的，没办法。到加拿大，像60多岁怎么创业啊？所以你原来有你就创业呗，你这是60岁开始的那就很难嘛。反正也行，你如果有什么特别好的我的项目很多也，师傅都是60多岁去国外，他也能过得很好，也能赚很多钱。他这养老嘛，就是靠太极拳来教他们。那你得很到好华的，人多的地方啊，华人多，对吧？老外现在还是也认上去了。
老爸也喜欢太极、太极。太极，老爸太太极极，拳。他也喜欢。在那边开拳馆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还真没看到啊，没看那边要到。都没有拳馆就开一个。你那个镇里多少人啊？那个小地方，嘿嘿。小地方肯定不行，你他是新区不行，新有多区少你人啊？上你上老区，具体我还真不太清楚，你得去老你都区，不出去玩呢？他是在建，出去玩，那你有时间就出去玩呗。你没时间就不去呗，现在该去的去了，不想去了就不想走了，累。哦，这个冲拳第二招知道吧？因为很多人这个拳头塞出去都塞不好的，你这个拳头始终打一个目标，打一个目标，像这样子面对面就打到自己的心口，知道吧？心口在哪个位置，我们就打这个心口，知道吧？打这个心口，打镜子上的心口，这样子打。你先把肩膀这样旋转，打出去比较顺，这样子就比较顺了，是吧？后面的肘是往后拉的，拉到这边停住，手就撑出去，好，回来，唰，后面的手撑住啊。不要看这两个动作啊，这个两个动作结合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外加拳了，这个就是外加拳，太极拳，唰，唰，就这样子，就走起来就比较柔顺一点，到最后发劲的时候很刚，唰，走，唰，唰，走，唰，这样。你看我这个肘关节没动的，我这只手臂在动，看到吗？我肘关节没怎么动的，我只是手臂在动。这个肘关节当做一个圆心，在转，看到吧？一下子又要结束了哈，就是提前5分钟结束，因为还上Zoom2有课，我得换 Zoom，我提前5分钟上。有空我再给你打电话，给你交通一下，了解一下加拿大的事情。因为好的。主席意思说叫我过去到那边开个武馆，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在他那边那个人很多。他蒙特利尔那个大城市嘛，
人很多，中国人也多。蒙特利尔、多伦现多，在整个中国实际上十几亿人，把它每个国家分它几百万、几千万过去，世界就是中国的了。现在也差不多了，遍地中国人。你走到哪都是中国人，都很多。现在，但是中国人不团结啊，很多做坏事都是哦，都中国人搞自己中国人。7:58了，我们要下了。好，这谢位谢大哈，师，咱再见了，下好，周见啊。我把它停一下。拜拜。